们相当品系呢是有170多年历史了，然后它的人物造型呢跟戏剧一样，有生旦净末丑，唱腔风格和韵味是吸收了一些有材料戏、花鼓戏、京剧以及民间小调的一些精华。嫂嫂，俺老孙跟随师傅去往西天取经，只有那火焰山挡路，得来求嫂嫂借宝山引诱。师傅们，这是我们刚才看到的皮影戏。古老的传统艺术要延续下来，必须与时俱进，人民的一些智慧我们要吸收。演戏是给今天的人看的，不是给历史的人看的，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守正创新。